今年张德多广播金钟奖主持人叶红奖的，同时咪是旅游体验的粉丝会，都进去过五十万个国家老了的。其系新作《祝冬人》，准备了三年推出的新书《对面的理想》，稍微也按冬人的其去日本老了讲下，印象冻成的二十七个故事。韩国结合的大家都懂了解的客家文化，而同大家来分享用的啲理想同人的对话。韩国看到你从神发好，无穷用的素材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日本三大千万美景之一的神户。旅游作家文思凯对日本有过特别的感情，因在韩社就接触到过多的日本文化，也一部给伊推出的《对面的理想》一本书，是用台湾人过充实的事开始来了解，高雄市规个景色由吉纳美来讲，搭载去日本老了，伊感受到你同文化的感情，韩国人同人之间的缘分。充实是客家文化，然后日本文化，常年性爱充实独特，爱加埋社社最低两种文化。你了解客家文化是多一些，因为知道哦，蛮地个客家文化、日本文化有当多当相像的地方。有二十万年的旅游经验，韩国廿十五年来系专门写作，无论你讲嘢，也系主持广播节目，全世界来做客家哈。本书开都会用李行家下的小故事提供拓展，谈做对生活感受的新方向，很多的对亚当中去认识韩国多位文化。你係用結界感受去想，所以我創下粒披薩而立行嘅時候，我想聽到嘅看一下啲嘅東西，我想因為我學法圖嘅嘛，學秘術嘅，所以我會對當到時先話，我聽下咧看啊，嘅建築係點樣，所以大眾咧嘅立行嘅感覺，粒披薩立行是完全冇困難，嘅別到你嘅感覺都改變咧啦。本书可以建议大家，离行前是要做好60%的计划，实际许多冬天各发肥存下来的40%，无数多汉字去吃下新的东西，安尼在地图当中就会感受到无穷用的风景，韩国风气，系讲韩族的好些轻松同尊重，安尼每一摆的地图都会是100%有感染的离行。下个新闻来关于陈心怡特别报道。